life, every day, late at night, not okay. All I want, and I pray,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. Fuck me. 我们来到香港的第一餐，哇！食大家乐，阴公猪，睇下呢个餐，<笑>我唔明佢点拣嘅。二号餐，二号卖卷啫嘛。翻嚟前一日包呢个朱古力啦，我买咗黏豆，哇，扁咗呢啲大镬。Godify有两只色，几好食嘅呢只，不过有啲甜，即系呢个好靓嘅蓝色配粉红色，真系有啲凹咗，好大镬啊，凹晒，啊，仲要咁多糖，包晒，而家开始包。 终于找到了，好彩啊！彩色缤纷。画眉打酒店。原来呢度咧系海味街嚟，佢就系西营盘地铁站行到5分钟嗰度啊，之后好抵住。今日试下实测下睇下好唔好住啊？呢度都几多酒店。讲真，咁大个女，我都系第一次喺香港住酒店。确定系呢度？几靓喎呢度啦！你就爽啦！ 哇！咁長咩裝啊？佢啱啱同我訂嘅豪華海景房已經冇曬，之後被逼轉咗3景，之後聽日先轉翻個海景。哦，又浴缸，哇！細到，哇！細到咧，我係好似爆房咁啊！呢間嘢真係，我真係第一次住香港嘅酒店，我去，真係好似爆房，真係唔使話好似啊，直情係啊！ 你睇下，好彩有自己帶空調啊！吸塵機啊，大佬，一條魚嚟嘅，充滿。佢張床係咁樣嘅，快啲睇下，係咪好似爆火？Come on。有啊，有山景，哇，好高啊！呜呼，靚嘛？有啊，森林。哇，我覺得對面應該幾貴下，好靚啊，對面呢樓。石森林啫嘛。 那个石森林啊，这里有个镜子，拿你上去摆个pose，快，然后看着镜子，啊，哎呀，啊，这镜子真的是哦，你知道到了酒店之后呢，就很想美团点个外卖，然后想一想，哦，这是香港，没有美团。 然后外卖也非常非常的贵，只能下楼下去71，看看有什么冰淇淋，买个冰淇淋来吃吃。然后明天就要结婚的，明天要一早起来化妆打扮一下，然后去大会堂登记结婚签名。然后晚上有酒席，所以明天是非常非常忙的一天，我应该没时间拍视频，还真系趁自己分心睇回到，前10个人可以有一半人都突然之间话唔理。 我一个字就全通知你，你可以临时前一日先同我讲唔嚟。唉，哇！坐电视啊，得唔得？呢个400P嚟。我操！哦，而家依家都比得大啦。哇，海景啊，海景啊，海景房啊。哦。呢度啲厕所真系好唔便啊。 我说啊，这个洗手间啊，这里就这么宽，然后这个腿就很难受，知道不？擘大咯，如果比较高大只啲嘅话就难受啦。其实个厕所都唔算话细嘅，如果撤走个浴缸咪好舒服咯。
最起碼嘅話，你個腳有地方比較順暢啲啦，個人舒服啲啦，我覺得。其他人啊，企喺度沖涼，有邊個話中意喺度浸浴咧？如果冇嗰啲一次性嗰啲浸浴套嘅話，我都唔敢用啦。今朝同我講冇帶皮帶，喺度化妝，亂到咧。我老公在結婚前掌握了一个新技能，就是帮我贴这个假眼睫毛。我觉得一贴就上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停贴都是炒车。好，继续。开心，你看我的新瞳那些，看我块面烂了。你看看右边，之后再看左边。OK。是不是有分别啊 ？OK。我仲会。咁又系。好，呢度呢度。其实有啲差开，老爷。條線有啲叉開，見唔見到入面有個好空嘅窿啊？邊邊？我仲未 set 頭啊，我仲卷頭髮。之前有人問我說，我會不會請個化妝師？我心想，老娘以前19岁的時候，花了6万多7万，讀的就是婚禮化妝，我還請個化妝師幫我化妝，隨便化一化就算了，又不是很隆重的那種。至于啲老爷奶奶啊、阿妈阿爸、老公啲银发，唉，素颜出阵。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你行得不行啊？我们现在随便找了一家茶餐厅。唔使啦，唔使。哎，有啦有啦，俾佢，你斟咗俾佢啦，多谢你啊，多谢。然后我现在就赶紧烤两口饭，然后就马上冲去中环那个大会堂那里登记。我们是约了2点啊，现在已经1点多了。然后这里的人，每个人都说，哎，系咪好日子？系咪你结婚啊？你今日做主角定伴娘啊？我话，哎，系啊，主角啊，系咪未见过主角会喺度食饭？其实都几忙下嘅，我哋签个字，其实好简单嘅，但我觉得我唔算着得好隆重，系你啫。你着得隆重啲啫，我啲晚宴服系嘛？你着西装好似隆重啲，开心吗？结婚啦，结婚啦！来，快食啊，快食！好，呢个系午餐 A 啊，猪扒啊，之后夏威夷汁，之后饭，之后再加咖喱个，好颓嘅呢个饭，不过好好饮咯，呢杯冻柠茶。好啦，我哋快冲食，急冻扒啊，咖喱国家饭。有那味了，有嘟嘟嘟哒哒哒的味了。这里是中环啊，现在找我的小姊妹，然后叫她帮我弄东西，帮我搬东西。今天我的小伴娘，我说我夹了一个早上的头发，你看直晒的，5到1个钟死了个头 ，set 咗顶帽 set。咁我哋而家就冲去呢个大会堂，真结婚了啊，是真的结婚。我本来以为在香港结婚一定要找律师。原来不用的，如果你不找律师结婚呢就很便宜，最穷人的结婚方法啊！你去这个婚姻登记所登记，咁之后呢俾300蚊，然后预约个日子呢喺大会堂，佢哋会有个专门嘅婚姻登记官系啊，帮你即系公家嘅，好似系公务员咁样啦。咁之后咧只需要俾700蚊，这个就系最平最平嘅方法。如果唔系咧，如果翻大陆结婚咧，我要喺呢度申请一张寡佬证，要成1000几2000蚊。咁然后咧翻到大陆咧又要公证嗰张寡佬证，嗰啲公证费又要1000几蚊 ，total 可能要成3000几蚊。咁我依家系用一个最平嘅方法结婚，但系我哋就唔谂住咧喺呢个大陆公证呢张结婚证书，因为我未生仔咧，未买楼啦，所以就冇需要住啊，等到迟啲有需要先去啦。佢呢個頭髮係認真嘅咩？可唔可以重視少少？成個老襯。有排。呢度淨係最平嘅結婚都要1100嘅。嚇！有分 level 嘅。我有啊，如果你請個律師嘅話，可能3000蚊起咯。哦。呢個係最平嘅政府合署登記。即我哋攞呢張結婚證咧，喺大陸係唔認嘅，你要喺大陸再公證，即係公證嗰個費用係1000几2000蚊。然後如果我要喺大陸登記嘅話，佢係攞嗰本紅寶仔咧，好平，9.9嘅。咁但係咧，我要喺香港申請一張寡佬證，要1000几蚊。
然後公證嗰張寡佬證又要多千幾蚊，咁我3000蚊埋單，簽名唔該，好尷尬。还有一个点就是大陆结婚一定要是你的名字，就是郑嘟嘟，郑嘟嘟的全名的中文英文还没打。齐人啊，我可以入去一部。好啊好啊好啊，麻烦你。你要拍吗？大哥探店哦，好漂亮啊。哇，有音乐的。原來可以有咁多人睇，我搶，我搶，我搶在場隔位見證。之後將會講解婚姻條例，講解完條例之後就請交換戒指，戴完戒指之後就請宣誓。新人兩位請起啦。兩位，新郎，你名全名？向兩位結為夫婦之前，本人係即刻上嚟提醒你哋，根據香港法例，婚姻條例所提議嘅婚姻係莊嚴而有出力嘅。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的同他人嫁育，因此虽然你的婚礼并不合宗教的世俗的仪式，但本人同现时在场人的见证之下，你们都表示愿意与对方为配偶，并签字作证之后就结成合法的夫妻。请交换结婚戒指，请新郎。我请在场各人见证我证。愿意娶你，正啊！我嘅合法妻子。我请在场各位见证，我真愿意你正为我合法丈夫。恭喜两位，两位请坐。恭喜曬！回眸一笑，笑，哎呀，衰咗啦！嚟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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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，三、二、一。那我们刚刚登记完了，现在就回去准备着宴会现场了，还有很多东西要搞，我还要换一个裙子，然后刚刚拍了好多照片，就是在那个后花园那里拍，其实也没什么景点可以拍，反正现在就赶着回去，因为4点钟就开始我们的晚宴，他们要打麻将。我们在楼下面包店买的很香港的小吃啊，烧卖鱼蛋，因为平时我们吃早餐先吃。无情的暴雨被落进的他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，